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现在准备呢要出发去机场，然后我要去接Ian的机。对，我们终于又要相遇了。今年开始我们俩应该见面都会稍微频繁一点，所以你们可能就一直看到见面了哦，拜拜哦，见面了哦，拜拜这样子。这次是Ian家里有点事情，所以他会来台湾快闪几天。他其实明天一大早就要去处理他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把握今天晚上见面的机会。对，然后我今天订了一个酒店，然后我也还准备了一堆行李，然后呢，为了让他能够在机场就是一眼就见到我说，哎呀 ，Cynthia 在那里呢。我准备穿什么过去呢？像我准备穿这个 Longchamp 跟 De Grey， 这个是我收到的公关品，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实际穿起来是蛮好看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那天跟我讲说，希望我可以帮他买一张可爱的悠游卡，所以我现在要出门去帮他买悠游卡，然后我们就去机场 ，Let's go。我还在想是谁。Yeah, it's nice. 你看，香蕉。Oh, so cute. Oh, oh, 那是信箱。信箱。松山逸社 Amber Hotel， 我们欢迎今天刚抵达台湾的酒店特派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 好, 好, 好，那我们需要从外面开始介绍。好, 好, 好，每一个门、每一双门都有自己的一个话，那我们是信箱。然后一进来，他们就有一个 mirror， the mirror 的 frame 有一点细。然后呢，进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房间啦。五、四、三、二。一 ，OK， 谢谢。我这跳的是一个大床房，这地方大到你可以把那个大行李都摊开都没有问题耶 ，Amazing！ 我刚听到你的骨头咔咔咔。那这里是什么呢？哇，哎，蛮可爱的。然后这边应该是噗噗的地方，喊屁屁。你要来挑你的礼物了吗？挑。噔噔噔噔，三。哇哦！你有三种泡面可以选择，你要吃牛肉面，还是辛拉面，还是阿 Q 桶面？没吃过。那你要吃这个吗？哦，好。耶。There you go。哎 ，by the way， 各位，我前阵子刚刚交了香港的税，他也刚刚交了美国的税。Being an adult is difficult。今天被清点的泡面是阿 Q 桶面。身为一个非常尽责又周到的女友。哦，听不懂。就是我是一个很棒的女朋友。哦 ，yes。OK。很棒。我还准备了白酒。哎呀，你又要被看光光了啦！趁音乐现在，其实今天晚上有空，我们一起来 review 一下我们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做的那个 DNA test。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嘛。对，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什么是迈进？所以就希望可以就是透过 DNA test 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彼此先天上面的条件或是资讯，不是说条件，资讯。其实蛮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 DNA test 这个东西，因为我姐自己以前就曾经是念那个基因学的，她之前有段时间的那个目标是想要做 genetic counseling。但是我其实一直对基因的那个认识就是染色体，然后男生女生 XY， 但是呢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做这个 test 其实不只是知道你的种族啊性别，可能还有一些身体特征啦，然后对一些
特殊疾病的患病几率啦，还有对不同事物的敏锐度等等，就是这些居然都可以测得出来，我觉得蛮神奇的。那其实测试的过程很简单，它就是有一个，你记得吗？它就是有一个 kit， 然后你就简单就像做那个 COVID test 一样，然后把它密封起来寄回去那个 lab， 然后过大概半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收到你的 report 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我们的 report 在我们手机里面。其实你看完那个我们俩的 report 是不是有一点？他有点嫉妒我，我觉得他一直说我的基因很好，他的基因不好。Alcohol sensitivity， 你是什么 ？Normal， 我是 alcohol flush reaction， 所以我喝酒会很容易脸红。你喝酒就不太会脸红？不会。我的 optimal diet type 是 low carb， 我是全部吃。我的 salt 跟 spice 都是 higher sensitivity。Oh my god， 你全部都是 higher sensitivity。哦，我知道这个。这是什么 coenzyme Q10 What is it？ 这个常在 Costco 打折。所以你买一个 supplement 不是因为你知道你需要，而是因为它打折，所以你就买。我的 optimal training type 是 sprint cycling、jumping sports 跟 gymnastic。我没有 power。Consider the following： 太极。做 yoga 跟 rock climbing， 就是身体太烂了，所以他叫我去做太极拳。我有 91% 的 Chinese 跟 8.97% 的 Japanese/Korean。我是 98.6% Chinese， 但是他有 1.39% African。我的 alcohol addiction 是 less likely， 但是我的 obsessions with washing and cleaning 是 more likely。但是你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ower 是 gifted。gifted。我跟你讲，他对这一点很不开心，他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一个 gifted。我们再往下，下一个是 music and dance， 我两个都是 gifted。我都是 normal。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应该说就是对自己整个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吧，从基因学的角度去。看说你这个人有什么是你之前不知道的。另外 Circle DNA 他们的 APP 里面还可以预约那个健康教练，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那如果你也想要更了解你自己，或者是当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人节礼物给你的另一半，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有需要然后都好奇的话，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option。 那现在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Clumsy Cynthia买 premium kit 就可以 33% off。 我会把他们的资讯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不用担心我们的小孩会很棒，有你的基因就好了。Ian 明天早上要大概6点就起床，然后就要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今天晚上是我们短暂的相聚时光，要不要来追个剧啊？追个剧？什么是追个剧？就是看个影片。Watch a drama， 对，你就说。Oh, I got it. You got it. Totok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ower normal. Good morning. Ian 已经去。我起床的时候 ，Ian 已经走了。我刚化完妆了，然后我现在准备要 check out。才就一个晚上而已，应该没有落东西了。Let's go！ 来，先在他们家，然后我们在车上倒数，然后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哎呦 ，Good morning！ 好的。今天是除夕夜，然后我的家人们已经搭了，不知道早上到7点还是8点的高铁回去。对，然后我阿公阿嬷家是住嘉义，然后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那时候抢不到那么多高铁票，所以买了一张票是下午1点多才出发的啊，那当然就是我咯，毕竟我是一个就是夜猫子嘛，就没有那么早起。然后因为过年的关系，所以早餐店都没有开，所以我刚去 Seven 买早餐。By the way， 这个是不知道好像国中还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吃的面包，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这个 bagel 其实热量不算太低。大概350卡吧，但是350卡对于那个时候就是要跳舞又要减肥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食物，所以闻到这个味道，我就会觉得哇，今天是一个 cheat day 这样子。
今天的腮红好像涂得有点像修容，我妈刚传了一个注意事项给我。我从衣柜挖出了一件大概五年前的一件 sweatshirt， 然后牛仔裤、运动鞋，跟我的行李箱，也不过才回去两天而已。And yeah, that's my introduction. What's our relationship? You're my 姐姐. Okay, nice.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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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fun， 他要收集素材。对，我有个同学很喜欢你。是吗？对啊，就在 IG 上面，然后他跟我朋友说：“哎 ，Cindy 帅。”我说：“哦，对，那是姑姑。”我们现在开始刮刮刮乐喽！我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到底能够刮到多少呢？看一下，要看那兔子，然后你刮到兔子之后呢？要把钱当钱看待哦。这边呢有一盆水，那个叫做发财水。对啊，我也。哎，然后加硬币跟水钱。我要先讲。那有电脑，我过完了。我过了过，大家拢讲头累累啊，你看等下颈椎就辛苦了。你卖扛卖揽做伙啦，无对卖揽做伙。无啦，迄个黄姐姐检查者。哎呀，有对到你就在这上面刮，哎，你要看。你摸掉掉哦，姐。我们刚刚把所有的刮刮乐都刮完了，然后我们这次呢花了13000块，我们总共刮中了6900块，有啦，过了5成5成，赞赞。2023，你小心啊，你不要拿刀，你会喷到他啦。王爸爸，阿奶，好，阿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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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什么？在怕？哇！都丢一次丢两个。Hello， 每次过年见到这些小孩，就是会有一样的惊呼，就是什么？你已经这么大了？是每一年呢？每一年。今天是初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回妈妈的娘家。在我们那边吃个饭之后，我们就回台北了。我们再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吧！新年快乐！哦，对不起，恭喜发财！兔年行大运，家里大利，扬眉吐气，兔飞猛进。哦，拜拜。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